ですか？今天是星期六嘛、哦、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六，我想呢今天晚上更快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小朋友站着脚会酸吗？找个位置坐。好，坐一下。不会酸。好，小朋友呢看到今天晚上这么热闹、哦、爸爸妈妈都来了，还有呢学校呢布置的圣诞树啊，还有一些圣诞的图片啊，看起来非常的热闹啊、哦、这里呢今天就是 Christmas 的夜晚，圣诞夜。好，好，在这圣诞夜呢，哇、哦、爸爸妈妈也来了，阿公阿嬷也来了，同时呢带来许多许多小朋友最喜欢吃的什么？哎，食物，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园长常常说哦，吃到东西的时候要感谢很多人哎，尤其呢爸爸妈妈呢最辛苦了，每天呢把你们小朋友送来幼稚园，然后呢又要去上班，希望每一个小朋友每天都很快乐，所以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？谢谢，还要谢谢很多人哦，这些吃的东西哦都很不容易才能吃得到，哎，要经过很多很多很多人的手才能吃得到，所以呢要不要浪费食物啊？不可以浪费食物哦。好，今天晚上呢小朋友要教他学习哦一些的活动，表现给各位来宾看，表现呢会好不好？好。好哦，你们一定有信心表现得很好。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家长多给小朋友多一些鼓励，多些肯定，多一些掌声，让小朋友快乐，小朋友的快乐也是我们大人的快乐。哎，我们立群呢希望呢教育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教育，我想呢教育是从生活的学习得来的，生活学习得来的就是教育，这个宗旨呢就是立群一直以来和小朋友相处的一个原则。今天这个晚上的活动呢，我们希望给小孩子呢在学习上多一些与人互动，多一些跟人家合群，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体验到生活的乐趣，希望在立群成长的小朋友每一个都是健康活泼。最近有两则新闻让我们非常不得不注意的哦。第一件，我们今天已经度过另一个世界了。